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教室。今天我们继续研究经典死活发扬论，今天的内容呢仍然是双方的对杀的内容，那就是一方要包围另一方，涉及到双方的一个攻杀内容。下边我们来看棋盘，先来看这块棋，那现在轮黑棋走，那白棋呢要吃黑棋这四个，现在黑棋呢如何来突围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局部的情况，这一带呢肯定是有一些缺点的，黑棋在这一带走，但是呢飞下来，它要如果冲断，白棋有个利，黑棋有个利，这样白棋这三个死了，因为无论挡哪边它一收气，这个白棋就死了，这是飞下来。但是黑棋如果从这儿飞下来，那白棋有挡住，可以挡，这样黑棋在这边是三气，因为打吃是先手，黑棋在这儿呢是三气，白棋呢在这儿是四气，这样的话呢白棋四气，黑棋三气，在这一带白棋快一气，所以飞下来是不行的，飞它有个挡，如果爬那它又不接，这儿有个尖呢，这个白棋形状呢看上去是非常好的，所以爬在这儿暂时在这边呢是出不了什么棋的。你跳，黑棋从这儿跳呢，白棋呢也是有不尖，这个冲没有冲，冲它挡住，这是个虎口，所以这边一暂时还没什么棋。还有一步拐，还有一步拐，还可以弯这个，不要走这儿，走这儿被继续贴，这样白棋不够气，夹的话它就接住，提了一收气，一接一打，一接一冲，这样黑棋三气，白棋两气，这样白棋死了，所以拐不行，跳也不行，跳的话一冲可以打吃，当然了还是一般说来还想扑一下，还是多吃点再打，这个时候先冲这个，先冲就可以扑找一下，再打不能接了，接了冲，一退一冲，这样差一气，只要扑找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下扑不扑没关系，这下一定要扑到，这下冲完了扑着就行了，不要打了冲就行了，单冲也可以，单冲他一退再扑就可以把白棋吃掉了。所以黑棋拐这步，黑棋拐这步白棋不能挡，但是白棋可以拐，黑棋搬，那白棋继续搬，搬底下，现在你如果长里边直接挡也可以了，你要想进啥点想挡，挡不住那只有退，退的话一收气，黑棋快一，白棋快一气，挡不住，从这头收气不行，这头收气呢他就打吃，接了一挡，这样黑棋呢两边不入气，这是个金鸡独立，连扳看上去呢很有力，他只有打，打吃接住，可以接这个长，从这边收的话黑棋从这边如果挡扳，那边呢不够气，白棋从那边收呢不够气，从这边收呢也不够气，这样两头呢都不够气，
因为这边只有个先手扳，只有这么个先手扳，那这样是没用的，所以不能接，不能接，只有挡，挡这个，打吃，这样打劫了，不能接住，不能接住。接住死了，所以只有挡。有个点，有点。如果打这个是不能接的，打这个打劫。如果想点这个，黑棋这步点有问题，白棋可以接住。现在只有长，那白棋现在可以吃。白棋吃，那黑棋紧，这样不行。然后打，打这个，他接这个，那也不够气。白棋呢也差一气。挡退，挡爬打，这样白棋气长了。如果退这个，这下走不到，提了一收气，这样白棋呢是差一气的。所以呢，这棋有个拐。在这边的杀气上，如果拐就扳，拐就扳；如果挡就贴，挡就贴。拐有扳，那上边的不行，跳有冲啊，这样不行。小尖它一挤还原了，所以只有走这个，走这个扳，扳有连扳。挡这个有点，所以在这个局部呢，接常见的呢就是打了，可以打这个肯定不行，接这一带呢就有打劫了，它只有挡，它扳，白棋在这儿呢，看样子是能做出个打劫来，立靠。扳，他打，要能做出个打劫来还行，但是现在呢，只有团这个，就团这个，他现在呢就扳了，或者立，挡不住，挡他扳，扳先手，吃，那白棋在这儿呢也还是没有什么办法，所以直接呢又有个拐。挡不行。尖不行，尖有个挤，弯，扳，黑棋呢有个连扳，黑棋有连扳，那就说白棋在那一带呢，现在还是没有子，那一带没有子，因为这只有打，打完之后呢就没有好的手段了，这步很想走，但是这步它有个点，正好不行，你吃这个，它爬，这四个要丢，不能接了。你吃这边不行，被他一打，你接这个不行，接这个一长，正好差一气，这边都是三气，怎么样都不行，差一气，所以不能挡这个，挡这个他有点，那接下来呢就没有棋了，这样白棋呢是死的，是这个呢简单的一拐，是这道题呢，在这边的呢有的手段。接着呢，当然这道题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，显然呢他是要从这儿呢来想办法，有个靠，他呢并没有说这步拐会怎么样，那实战呢他是要从这儿来想办法，靠这个，从这儿想办法靠，他接，
然后搬，然后你搬这个，这时候它从这儿来断，你不能打这个，打这个它从这儿吃了，是一气吃，所以它呢只有打这边长，然后打这边，然后拐打提料封住，这时候它再打这边，再往下冲，对，是它给出来的原题解答，那继续冲，继续冲，一路退不行，一路退呢，因为它冲下去了，挤还是先手，挤还是先手，所以冲到现在就看气的情况了。现在白棋如果团一二三四是五气，但是你团这个呢，黑棋可以爬，你跑这个或者尖这个，那给他一接，现在一二三这样四气，一二三四五气，这样黑棋呢就长一气了，他可以爬着这一下，所以呢白棋呢需要继续的冲，白棋继续冲，等黑棋挡的时候白棋再团，这样这儿有个断，这儿有个挡，那么黑棋接这个的话，白棋呢挡这个，这样黑棋呢这儿是三气，白棋这儿是四气，这样白棋吃可以吃了黑棋，但是呢这样的局面下呢，黑棋呢不会接了，黑棋呢可以靠，可以靠这个，你如果冲这个它还挡住，它冲这儿，看来只有打打吃接住。那么有了这几手交换呢，白棋如果还是挡，那黑棋现在呢就有这步接了，接是先手，只有提，现在一二三黑棋四棋呢，白棋四棋，现在轮了黑棋走，那黑棋呢只要走一步就可以了，快一气，这是往下靠，当然往下靠，那白棋呢可以走这个，这个是好手，黑棋不敢走别的，一冲一挡没气了，所以黑棋现在只有走这个，黑棋走这个，现在白棋再冲再打，白棋呢可以把这俩吃了，但是黑棋呢由于打这步是先手，黑棋还是四气，那现在黑棋一打这个，现在呢白棋三气，黑棋四气，黑棋呢还是把白棋吃了，这是从外边靠的手段，那外边靠的手段呢应该说呢比直接拐一步呢手段好一些，显然是好。靠的时候他虎显然是不太行的啊，因为虎的话呢这一带呢就有先手了，虎比如说靠，比如说靠，他现在冲就能长，长是先手，现在只有接住，接住呢打搬，逃不掉了，一搬一扑提了一打，一打这儿一个字没用，黑棋呢还是把白棋呢吃掉，所以靠的话虎这个不太行，那只有接，接着就搬，现在收棋不行，收棋它有搬，弯一个，弯一个不行，它挡住，你顶挡搬断，这只有一气，所以白棋还是不行，白棋没棋走了，断它会挤住，这棋有点损，你现在再打它长，接住就拐退一挤，那把白棋挤死了，所以这个断是一般说来是不能考虑的，那就只有搬，那大致呢就是这样了，黑棋断从这边不能吃，只有吃这个，然后再拐打，最后他会拐吃，接这个不能考虑，因为接的话呢他又打，现在提了白棋打，这个白棋逃不出去，靠它就挖，气太紧一气就吃了，
那就是通过靠，通过搬，然后断这个打行，看着这步拐打，这步拐打，就看着这步拐打啊，这儿有一个看着这步拐打，它不能接啊，它只有提。他现在呢只有提，然后呢一飞就可以把它封住，不能呢先走这边，因为先走这边它一挡气就长了，所以要先封住。下步呢有个恰，一恰完它只有两气，而白棋呢不能团，因为白棋团这个的话，黑棋一爬那气就长了，只要爬着一下，一二三四就变成五气了，一二三四一人五气，你无论走什么它一接黑棋就长一气了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必须这个时候冲接住，这个时候冲还是不能团，团他还是有爬，所以还得冲，这样呢把自己团完。但是呢这时候黑棋就产生了一靠，这是他原题的本来的意思。但是我们刚才呢说过了，这道题的解呢其实呢不止一个，一个是说我们刚才看了这步拐呢应该实战中呢更加实用一些，要注意到这个拐比较直接，在这一带就可以出棋，就是没有上边的时候就靠着这个拐了扳就可以，然后连扳。如果打这边，刚才打这边被长是不行，那就给它打这边，就打这边接，但他搬过，现在呢一二三气，一二三四这个样子呢白气不够气，打了这个也不行，打了这个一接呢给白气一长，这也是差一气，因为这边必须长，你什么时候长这个被他一紧气也差一气，这边呢不够气，你挡的话他有搬，你不能搬被一打吃一搬，这头就死了，打吃一般，你打这个他打底下提着再一打，这样呢这一带是个一气吃，所以这个拐呢比较实用一些，嗯，飞不出去逃不掉，直接挡的话被一挡就正好呢差一气。还有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比如说单立它是可以挡的，白棋现在如果挡这个，下一步黑棋呢挡这步就死了，可以挡这个，白棋这儿有一个都没用，白棋如果有一个黑棋也是挡这个，这个白棋是死了。所以这个棋呢解还是比较多的，刚才我们摆的是拐这个，那实际呢现在可以看出来呢爬这步也是可以的，因为白棋呢显然只有尖，那这步是先手，这步是先手，因为这儿一靠一扳就把它吃了，如果这步是先手，那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杀气呢黑棋呢是不担心的，挖是要的，直接点那可能，但是挖也可以，比如挖了接，看这个样子气就长，就往里爬挡住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气气还是够的，点就可以了，这不能被加过，加过这白棋显然不够气，白棋没气，白棋接那接住也不行，挡挡有爬，这个样子白棋呢也不行，所以这个棋的解呢还是比较多的。那应该说呢这棋呢看样子呢是说呢白棋在这一带呢应该是有个子，比如说呢这儿有一个子，这道题呢就不大一样了，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子，这个靠呢就现在它就只有利用这个靠了，这一个字情况呢就不一样，这道题别的手段就没了，别的就都不成立了，就这儿，这儿如果有个字，你现在就只有用这边这个靠，因为爬不行了，爬它是尖，这些拐完了扳也没了，飞还是没有，这儿要有一些不一样，这道题呢解比较多。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边这个题，这边这个题呢往简单走呢并不难，但么往复杂走呢就比较复杂了，现在呢黑棋是这五个子
如何呢能够逃出去。黑棋要想逃这几个，第一步呢显然是挤，第一步挤，那白棋一定是断，接下来哎，只有这个打了，接住，尝试先手，但是不要走，尝试先手，但是不能走，长，啊，这儿有一个，这儿有个子，刚才收掉了，这儿必须有个子，那就这样，第一步肯定是挤，然后第二步打是肯定的。长虽然是先手，但要注意长的话给白棋一挡，损了一气，这黑棋就剩下三气了，黑棋三气，白棋三气，那黑棋必须紧住气，这样黑棋是不行的，因为现在黑棋跳不行，不能松住气，必须紧住气，紧住气不是这个就是这个，但这几步呢都不行，比如走他就走，你不能飞，你只能虎了长，这不行了，气不够，因为这头只有三气，不能跳，跳被他一打就都死了。所以说这一步虽然长，能长，但要把握住时机，所以这棋正确的下法要先打，先打这个，先打，等他拐了这一下之后再跳，这个跳呢是这个题的关键。现在呢一二三，黑棋是四气，白棋是三气，所以白棋呢就要想往外跑，可是现在这个样子不大容易跑出去，一个是搬，搬的话它就断，打吃这是不行了，打吃一滚打，这样一气吃了，当然接住也可以，打是先手，一跳也死了，你打这个，你打这个的时候他再来打这一下，你打这个他再打这个，提，现在提这个，黑提着这个，那黑棋拐住，那这串就死了，再打他是个滚打，这棋是死的，所以一打吃，一接，挖打，然后跳。这边呢，刚才搬不行，就看打，打肯定不行，因为打的话一打，提里拐，这个气太紧了，这是三气，这边只有两气，这样白气是不行。那白气接着就这么几步，一步是弯。弯的话只能爬不能顶，因为顶的话被他往下一拐，黑棋这儿三气，白棋这是四气，这样黑棋差一气，一二三四，白棋四气，黑棋只有三气，所以黑棋不能走这一步，现在就只有爬这个，爬这个下一步有关系了，现在尖出去是不行的，尖出去有步挤，这步不能冲，只有接，接完一跳，这个变化刚摆过，白棋不够气，一二黑棋四气，白棋三气，你提这个他接这个，这样差一气，你打他就打，提着拐住，这白棋不够气，所以不能尖，不能尖，打也不行，因为打就长，一拐还是死了，所以只能单顶，单顶呢，这时候白棋呢黑棋呢就得搬这一步啊，这步搬呢是要点，搬往下拐就挡住，往下拐挡住，现在往这头收气不够气，接不够气，往这头冲冲不出来，冲他打先手，往一路走，还有一步就是往一路走，往一路走呢黑棋呢要小心点，这棋现在搬呢
可以打，不能接，因为他接呢就把这个唬住，没长气，并没有长气，打还是打不出来，那收气呢还是差一气，所以搬这个没长气挡，不能接，不能接一般就没用了。所以说如果唬这个呢，黑棋可以接，你吃这个没用，因为黑棋呢下步要从这儿打，这样白棋呢就死了。力不行，力就接住，差一气，黑棋四气，白棋三气。搬不行，搬实际上跳也可以，没长气，走什么它会接住，也没有长气。别的就没有了，爬搬不行，搬肯定不行，断也不行，给它挡住。跳没用，跳的话冲，只有往出冲了，把这三个弃掉，这样黑棋这串呢就逃掉了。当然你跳这个黑棋正确的下法呢，就是当你跳的时候，他现在黑棋呢来打这个，等你跳他打，你提了再冲，这样呢白棋呢两气，黑棋三气，这样黑棋呢是快一气。所以这个题呢并不难，那第一步打，但是次序一定要走好，第一步打，然后第二步挖，不要长，第二步挖打，等他拐的时候这步跳。其他的呢就没有什么用了，比如跳，现在弯就爬，正好尖不出来，这儿有个子呢它尖不出来，尖有个戟，这打完了跳，单跳。其他的棋呢比如说这步单跳，那还是有问题的，单跳的话它会打，这圈是挺关键的，单跳它打，因为现在你在长的时候他不要这个了，他冲出来了，这黑棋呢还是有些危险，黑棋现在只有打了，黑棋打这个，白棋吃，那黑棋提掉，这个棋没有活，这棋没有活，白棋呢一个是虎，一个是接，看样子是都可以。现在呢这儿有断，这断呢白棋呢可以打这个长，这边就没棋了，然后跳出去，现在能跳出去了，不能冲断，这边冲断呢打了，不能冲断，也不能压，压呢它会搬，你现在只有断，断它打吃，你接它冲，这样白棋呢就跑掉了，所以它可以搬这个，你现在只有断，断了它接，你接它冲出去了，所以白棋这串呢这边呢是可以跑掉的，一旦这边能跑掉，黑棋就得这边必须想办法活了，爬肯定不行，爬呢被挡住了不行，这时候就得考虑搬，搬它如果挡住呢，这时候一跳就活了，但是你搬呢它现在就可以接住，现在不活没这个跳，你爬它挡住，然后你往出冲，它断长，它飞，气不够，你尖它退，上边呢你尖补也行，你搬它退，你补这个它做眼，你搬一冲一冲，这样呢这块棋呢黑棋呢还是不行，并活不了，所以说正确的下法一定是先打再跳，这是这道题的正解。好，今天这一期呢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再见。 Thank you.